感谢咱的市长，感谢咱的市长。咱们市长主办单位是咱个人传统艺术中心，咱的官方吼，台湾戏曲中心指导单位是咱文化部对咱秀琴歌团的肯定，谢谢你们。 总监、艺术总监，也佮有咱即届的编导、编剧以及导演王永辉、王教授。来，掌声欢迎！哎，王总，哦，哦，哎呀，这样你难了，不好意思啊。谢谢老师的指导，吼，叫咱秀琴歌团。 搁再有这个机会，来到咱秀琴中心的大表演厅，用金过来演出这出《安平对胸腔》，有够好看！啊，感谢咱无情无后，给咱真侪制作群，也搁有咱演员们，大家辛苦了，谢谢你们。谢谢。那这次的音乐秀是那么好听，有够有水准的啦。 我靠！我今天没丢一滴，哎，就算了，啊，真的啊，真的够好听，给咱的主播你也放来听，你都去困呢。真够好听，把那个旋律真够好听。音乐设计朱雨谦，朱老师，谢谢。那这个副导演哈，歌仔戏的副导演米雪老师。 谢谢，谢谢。啊，咱这个赞助单位就是咱公园东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，谢谢董事长夫人，很辛苦，谢谢谢谢。也给大家感谢啊，就是咱权力中心吴前主任、国艺会洪执行长莅临指导，执行长在哪里？ 非常感谢咱秀琴歌剧团创团已经33年了，哎，非常感谢啊！在共三十三年，讲短无短，讲长到长。 33年就是装装青年，一对我多少年啊？你看十几岁就对我，你看看几岁？三年啊，所以非常的辛苦。咱这个传统戏曲哦，一路上行来总是一坎坎坷坷嘛。 不管什么行业，拢是真辛苦，所以很多人都你不要做的那么辛苦。我讲不会，只要身体健康，安怎做安怎拼，我们一年搁推出一年的好戏，给大家看。您讲好不？谢谢谢谢谢谢，谢谢陈秘书姐哈，这是我们的7月5、6、7，咱大东春天艺术节南部。 咱秀琴歌剧团都入选啊，有够荣幸，望到恁大家福气都入选。阮要来做的就是《含水潭的春梦》这出戏，甲咱安平最想曲是完全无共款，足好看。拜托，拜托，坐高铁也是包容咱遮，真侪好朋友来去迄个大东春天艺术节，啊来共阮观赏。那下半年还有两栋的迄个售票演出。 阿福戏舞嘞，迄是咱台南台江
现在有一个新的文化中心，那是农历的八月哦。那农历的十月要过来大道城，嘛是新艺村。你看，一年当四栋售票演出，你看我偌敢，你知无？我身体，还佫留我的手，所以我一直要拼，一直要拼。所以希望咱进来观众朋友多多支持传统戏曲，不管现代剧、布袋戏、什么戏，都爱看，好不好？卖票，卖票，卖票，来这里看戏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那明仔载中岛不是停哦，吼。拜托拜托，紧催票紧催票，恭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啊，歹势歹势，哎呦喂啊！阮这个吼，烟头的吼，做几落摆啊吼，啊来来来来，阮金门啊吼，这个金门小段吼，这个愈嫁愈有气吼，这个小鲜肉吼，这个叫余浩威，即个安尼来邀请伊现代剧啦。哦，对，音乐剧吼，真正唱歌有够好听，这个我无办法讲得出。